刷黑龙中最近连包月都不太想了 XD 不是索大要代抽吗帮我抽个威拉啊好像不对都可以啊代抽来啊代抽来啊不是 重点是有因为亚黄毛用妖精也很威因为游戏这个东西对不对游戏算小众啊老实讲游戏算了因为游戏太多啊除非你去玩那种超级超级红的游戏不然有人要代抽哎哈哈不然游戏是算小众的所以说你游戏的整个玩家群体就顶多就可能就几万人而已啊可是也不是也不可能说几万人都看直播啊几万人里面有一部分人看不是看只有看影片啦有一部分人看影片就算不错了出一支 SSR 就停吧谢谢出一支 SSR 就停因为不像说你今天是只要出一个搞笑影片嘛那你等星期二可以代抽雷丁吗哈哈哈玩这游戏的族群偏向大叔应该有一半代抽都可以啊可是你要遵守游戏规则就是孤岭玩竞技必抽第二次就喷 SSR 可是天使之雨啊已经无求生买一件了好先继续抽一边抽一边打赛啊就是你游戏玩家的那什么啊人数就是不多因为假如拍搞笑影片你面对是全世界嘛全世界的人都可能会看搞笑影片啊可是你不可能全世界的人都看猫猫模拟战啊对今天不管换什么游戏都一样啊你天狼人也是一样也不可能全世界人玩天狼人啊大叔正一代抽友情抽把四百抽看不下去代抽友情抽干嘛海恩这个海恩都没有啥哎这个海恩而已梦战太硬核了死中很死中跟风很快就消散对啊所以说你的观众要成长是就是有一定的极限你玩家就这些人而已啊对你又不可能说不看梦战的玩家来看你影片那也是很奇怪啊不太可能办到的事情啊中的通常是当年的老玩家战旗类就这样可是跟你讲这是针对游戏而言每个游戏大概都大同小异你今天不敢改玩两个游戏大概就是观众数大概就可能能到一万就算就是你的影片可以到一万都算就算很厉害的所以这游戏超级超级红对我靠三次像宝可梦 GOIP 够大知名度也够大对啊可是跟你讲宝可梦它又是另外一种它是有类似我是死忠的跟风改 X 它就是比较处于户外实况的是户外抓宝型的对我一个同事就是跟风的结果他玩没多久就退了因为他不习惯手动结果他都用自动关卡过不去表情符号无奈就跟你讲现在玩家被养坏了嘛什么都要一键完成啊一键过关啊一键接任务做一键干嘛什么都一键嘛四十抽所以不是一键他就觉得没办法玩了还是没有奇怪了四十抽也没有奇怪运气怎么换变差啊光头给他不是一直在吵扫荡哈哈有啊就跟你讲大家都想要一件什么都一件完成啊下次干脆一件通关活动好了五十抽路福解包有扫荡卷了应该会出了扫荡卷了哎、欸、有了好险没有落差的五十抽就出了我故意帮你留110抽的起码必出一支 XD 看出什么也是因为现在人忙公司要赚钱就要满足那些有在赚钱的多数人人家 FGO 连自动都没有还不是一堆人看出什么威拉来了乌雷亚77777666欧
在哪就会出位。自己觉得有错，不要骂我。早上卷不会是要魔晶石买吧？再来，回答。顺利的达成目标啊！黑骑士吗？顺利达成目标，维拉来啦！嗯，维拉成功啊！我们越做大，真好！6兆6666亿6666万6666。对，羽毛知道规矩的吧？要照规矩来啊！中了，恭喜！嗯，对，我们顺利的帮羽毛达成任务，这样。2%，靠2%，终于中威啦！50中吗？太威啦！索大拼完他吧。所以你要全部抽完啊！你连后面60抽你都要抽完，你后面不抽了吗？你确定？这下就有人龙的歌可以听了。扫荡卷有礼包，会不会是用魔晶石买？还不确定。拼另外一只。所以你确定要把剩下60抽？60够，别吧。好吧，反正羽毛要拼就拼吧。还有抽钱，别把星期二就开始了，后面是很吸引人的。继续60抽。没有。60没有。啥都没有，小吗？然后连啥都没有嘞。哦，20。樱花大战全部都存给那一档了。对，大家全力拼樱花大战就是了。搞不好他有在储值的，抽光他还可以再出库。又是小吗？悟空，走，小红帽跟悟空两只，小红帽跟悟空，好，30，哇，没有。因为第二次我就信心度就会比较降低一点，因为通常有时候第二次就没有那就有时候就不会那么快，抽第一次会比较快一点。好，索尼亚40了，啊，点错了。把你点掉，不知道有没有出，我也不知道，按太快。应该是没有的样子。艾玛林克没有，按太快，不然就把它点掉了。一样是50啊，命运的50。哇！啊，第二抽第二次管，运气就变差啦。等等，不会分专抽吧 ？XD， 这不，我觉得没有必要，就老头没有必要那么拼呢、啊。女王，好，最后一抽，啊，最后十抽，不最后一抽了。最后十抽，第二次就要百抽了。我就抽第一次的时候运气会比较好一点，没有。等到樱花出，应该会存到200多抽。第二次有就是失败收场，就成功一次而已。抽100啊！
如别抽表情符号惊讶。哦，对，这样也是一百一十抽中一只。对，第五十抽中威拉嘛，中威拉，哎、欸，威拉，之后后面60抽就是，所以110抽中一。好像又要破我的最烂记录了，真是。啊，把账号还给羽毛了。看前面欧洲怎么感觉后面又非洲了起来。来，好了，感谢羽毛抖练200啊，任务失败还赚了200块，算前面任务成功了，因为后面我感觉不妙，果然就是不妙，前面没有抽得很顺的时候，就会觉得会不太妙，所以。一结果论还是非洲，对，110抽一只，啊，哪说要摆脱非洲啊？现在看起来非洲还是摆脱不了，对，原本以为要迈向亚洲了，结果还是留在非洲。好了，继续有没有见解的？刚非洲抽法结束了。